所以我一直到这个时候才敢把风帆裤不要穿，才可以穿这件裤子。明天应该可以，明天穿应该是没那么痛。我一直都没有在穿的。我们两个就是明明是滑雪的 ski， 但是都穿着防晒裤。我上次觉得它还蛮保暖的，屁股多一层，坐在地上不会冷。哦，你开了、哦？我对啊，我刚先帮你开，再帮我开。哦，这就是只是我们滑雪去哪里这样。也没有剪，就是从头到尾发生什么事这样。哦，是要一直充电吗？对啊。然后里面的记忆卡也很大，所以一整天就这样子开着、话说你怎么称呼 ？Z Z， 我都叫某某，因为他属牛啊。我叫某啊，就是叫他，他叫小 Z。小 Z， 我姓叶，公司的人都叫我。我看你就是 E A， 方便公司的人错。艾斯哦，对，台湾不要认识的人会叫艾斯。日本人都叫我耶，在日本工作的人也都叫我耶。耶，就三个字，我叫耶耶耶耶，好像在耶。对，然后耶耶哦，然后敷衍。因为在这边，我们有一个比较老的员工，然后他们都叫爷爷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刚叫耶耶跟那个爷爷发音很像，然后他们就叫我爷爷爷爷了。音调有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我是爷爷。他是爷爷，爷爷爷爷，爷爷。他的爷爷是什么爷爷？就是我弟讲的爷爷。但他们也讲爷爷？对，就是像我们就会把他们偶尔讲一些简单，像昨天那个，我就是跟你说，好像谢谢，所以他们知道我弟讲是爷爷哦，他们知道中文。对，他们知道哦，所以他叫爷爷。之前都是叫那个那样，都是那样叫那个人。学起来就会了。对啊，现在一讲他们就会了。糟了，怎样？一点点起雾吗？你们家想要滑哪一边？都可以。不滑树林。没有，我今天没有滑。我这个板子。啊，那你有几个板子？我还有另外一双。我本来还买另外一个。松雪板吗？不会吧？那个算是松雪板，因为很宽。另外一个张卡10.8。本来还要买另外一张，我买用梅卢卡利买的，就那个人寄来，跟上面的那个人不符。那这样可以申诉吗？我在申诉中啊，就是因为我就先赖的私讯那个卖家都装死，好烂哦。那我就只好跟梅卢卡利提出申诉。最后结果嘞？现在还在等那个。他们梅卢卡利可能也要联络那个卖家，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卖家会不会理他。我也很好奇。就先这样。然后再买一张没那么胖的板子，哇，双铁板，它可以放在机器也好，现在在港多拉拉山顶，可以去滑，直直下又回来了，这边再切过去，可以切过去，你们刚好滑这条过去吗？我们每条都，对啊，就有啊，有过去。黑线你没有滑过了吗？没有，有啊，只有滑过一条。这里啊，这有个鸭血的黑线，有鸭血黑线。哎，我们滑过。瑞吉 A， 对，瑞吉 A 跟肯，那念肯弄吗？肯弄，对，也左金也滑过啊。所以我们都滑过了，都滑过了，只有 Spirit 没有滑。啊，你肯弄都可以滑，树已经可以滑了。没有，树有，因为它是非鸭血的哦，它旁边有一些比较宽的。或是那个 Grand Lift 的下面有一些比较宽的，可以稍微滑一下，可以稍微滑一下，可以从树的旁边绕过去又跑回来了。我好像鼻子要再低一点。起雾吗？你上面的头发给它收一下，还在里面。头发那不是问题，是。然后可能稍微进去
有开吗？有。短的跟高的都有开。这条的速度比较快。哦，短的比较快、啊、我们都去花到山顶。到山腰的那个吗？对。Heavenly。因为上面下来这边也很平啊，不好滑。对，山底下来那边太平了。嗯。我大概2点多就走。嗯。抢赢他，对，就是根本就没，就是半空拦截，
完就叼走了，有点。对。这里面唯一。可是我觉得熊牧场就有点无聊，就看完熊就只能喂熊啊。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那个什么巨多乐福，但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放着，坏天气。巨多乐是什么？就是附近一个，其实北海道很多地名，觉得发音都很奇怪，因为它是土著的发音。因为你眼镜戴进去之后啊，那个白色的头罩都会罩它。嗯，你也就像买这种可以透气的，现在 就比较不会起，现在就不敢。疫情都不敢。我们疫情期间都真的都是戴口罩。哦、嗯。然后是因为太冷才又戴那个。凉一点可能就不会了。你看看现在状况怎样？什么都看不见啊！啊？我是说你的雾、啊。哦，我的雾没事啊，现在没事。嗯，还好。等下缓一缓，应该就会消了。是，凉一凉。那预计要缓几天？把车关回去。差不多吧。跟好，
很累啊，很累。你在这兒？是啊，我还在想要等你耶，你怎么跑到那边去？好酸哦！冰冰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早上就变乱雪了。早上不会这样哎，吼。现在雪就一直下哎。哎，大家滑完那个的时候，会就有点微微的馒头的感觉。就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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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然后我在死命的刹车，好恐怖，好危险啊！脚好酸，脚好酸。哇，看着你在前面就觉得你看起来很轻松。没有，其实全身。我也喜欢踩这个，而且很白痴，是有切有一趟到三节的时候，我还踩这个，我忘记放下了。
上大部分是看陡度去坡度，可是这个看起来不会很陡。它最下面这比较不陡，中间有一段很陡，然后到最下面也那边也蛮陡的，中间有一段没那么陡。它其实绿线、红线、黑线，不大部分是以最大斜度的那个数字，对，但是不一定，因为它是综合很多因素，可能是轨道窄啊、太窄，虽然是斜度是红线，但太窄之后会归到黑线。对，就是好不好滑的程度。他就一直喊说这里的红是绿，不是，是最左边那个好绿的红线哦。对，因为中间有一段很平，但因为我觉得留寿都红线大家都大部分偏绿，是因为雪道宽，宽你会觉得哎好像很好，因为你就很好转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留寿都雪道大部分很适合，马上都很适合初学者，都还不错。但是初学者，但留寿都的绿就太绿了，他们留在西。因为那边就都绿线，都没过来。就是最右边，你看这边都是绿线哦。然后这边就中间红线也还不错哈，最左边那个真的是蛮斜的。最左边那个是那边会穿过游乐园，就是夏天的游乐园，那蛮特别的。穿过？是穿过，就是它什么加盐。有黑的要吗？但是我们现在去不到，对不对？因为没它。可以，你可以搭那个跨车，然后一切切到最旁边。你一下出缆车往左边，下车之后往左转，然后一切切到最就可以。可以滑，然后可以滑到游乐园哦。对。那最后又再想办法回到。现在就滑回来就好了。处去上车，对，所以下面就蛮平的，对啊。比较好哎，比较平一点，比较软，不会这么快啊。因为梗太多，人家过都会这样。就滑，就先滑最外面那一点，我就依序滑进来。好啊，我就操作很熟。
要好很多。好的。但你的姿势还是很好看，就像轻轻的这样。重心要那个重心换不好就紧张了，就都
啊，换你滑这一个。啊，是哦，就看我滚下山。20公分雪板。
线的滑回去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原来是这样，因为我就想说，哦，不是说要一直滑最右边那边吗？那我就走最右边了。没关系啊，那比较轻松一点。好，拍手，好，拍手。没关系。啊，对。这是真的雾吧？这不是我眼睛雾，是真的外面雾。我明明擦干净了。我跟后面啊。对啊，那你们不要滑太快啊，我跟不上。
我转那种都已经练好了。嗯，小转那种都练好了。小转也不算练不练的好，哎、欸，现在三年，哎、欸，两年前的时候吧，就考那个 SAJ， 嗯，二级，嗯，它有分三个项目，就是平行、大转、小转，那小转没有过，哈，嗯，大转是什么？就是大圈的吗？对，大圈、啊，半径比较大，哼哼哼，小转没有过。很好啊，所以他的动作是不是很像小转啊？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接近啊，对对啊，反正就一直，那可能是两年前的关系吧，应该已经练好。反正平常也不太需要环头，偶尔想环馒头的时候不是吗？对啊，馒头很难，那叫环馒头。馒头那个也不太要，那个需要一直需要这一段一直。伸缩嘛，对对对对，弹力很爽的呀，有点晃，哦，头超大。我们的第二个也是苗场，对啊，台湾人好像。
也比较便宜啊。我的附近，我的住附近的民宿给我都还好，问老板问一下。突然间觉得下一次啊，要一路往回去的话，下一次就要坐什么样的缆车？哦，你说现在回头是？那你要回那边回去就要坐另外一台。你会累吗？你自己有累的感觉？他有累的感觉吗？
啊？你觉得他看起来有累的感觉吗？谁知道？对对，累的话我就有油。很累就直直的站着，最后就放弃转弯。要站旁边吗？还好先啊，对，还好那来的时候刚好赏了一下樱花。哦，对对对。对啊，不过今年应该就赏不到了，因为我们在家里隔离。我可能可以
夜回来的时候，我隔天就给他偷偷溜出去打疫苗。哦，打疫苗会有记录吗？会啊，但是他也不会去对照我的入出境记录啊。对啊，然后前年那时候2020回了，那时候有要隔离吗？有，那时候日本有管的，但完全没有管，就没有手机，我有手机，然后我手机要他定位，他没有定位，那我每天出门，几乎每天出门。哎，那时候十一月去赏了枫，这样。那那时候你也是直接飞札幌？没有直航，那时候没有直航，现在也还没有直航。我有台湾札幌，现在没有直航，现在没有。我是先飞东京成田，在成田隔离完才飞札幌。哦，是哦。从疫情之后就没有直航的喽。哦，是哦，直接被收掉了，停暂停了，没有收掉了，因为没有观光了。对啊，哦是哦，所以刚好还要在东京转呢。对啊，然后还一定要在东京隔离。好像不要你再搭另外一个交通运输了，对，因为不能搭大众运输啊，对，因为不可能自驾车，也没有到不了札幌，对，到不了，因为你渡轮一定是大众运输，哦，你不除了新干线以外的东西，渡轮这些，你有海吗？你要搭大众运输，对，都是大众运输，所以没救。啊，我那时候，对啊，就那时候刚好，那刚好回来的时候也不用。
上面。
死了。走。我们哪去搭一台？哦，没，因为我们都从来不搭一台的。真的好，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会互相绊倒。你觉得 cross B 有比较不没有 A 陡吗？莫、啊，cross B 有比较没有 A cross A 那么陡吗？我现在看觉得它还好哎、欸。クロスペアリフトご利用の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ただいまお客様の安全確保のため運転を停止しております。まもなく運転を再開しますので、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ただいまより運転を再開いたします。換気の揺れにご注意ください。
要回西山好吗？好啊。累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去那边坐车上去试试看。好啊。回去。怎么了？看一下那个 park。那什么 park？ 上面的，你可以绕哦旁边看一下。park。我看到了。哪里？那里有跳跳的地方。哪里？下面我站的高度有看得到，那里有左边啊有跳上去的地方。跳上去？哪里呀、啊？有跳啊，有坡啊。哦。看到两个坡了吗？是哦，不能走吗？滑一通要不跟他们，我就可以慢慢滑。那你等等，要等他，他在那边。他在那边。我手刚好伸出来。在那边。那个台子啊，有做的台子是不是？因为就是那个 park， 公园的 park， 就有些跳台啊，就玩特技的地方。然后开放了吗？开放了，可以进去。那你刚刚怎么没跳？我跳了一下了。有跳吗？怎么跳后面小的？好像哎，我们没看到，我们在看的时候没看到。前面那个速度要够快才吗？它应该是空的。看他上，
再去录。好认真，还是自己，还是吃腻了吼。很少来吃超商。哦，那员工餐厅呢？你还要走过去原来。哦。因为永恒在那个 barbecue house 的旁边，烧肉那个。对对对。哦。就还要走到这边来。对的。这也不是你，这只是宿舍。对啊。家里一些食物。你没电呢、欸？你没电。刚好。刚好。对。你在超吗？我超的，你们好的很啊。这一台充的速度跟不上耗的速度，是因为冷的时候还耗电，还有嗯，哎，有的时候冷了，它就直接关掉了，会冷到吗？对啊，就是你是拿高破的几代？五，对啊，这样说，它每一代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毛病，对啊。谢谢你今天陪我们滑。没有看到你优雅的姿势，然后就哦，我后面跟不上。你说说看，要不要练高？好好好，现在再蹲蹲低一点，脚再蹲一点就可以了。蹲蹲低都耗点肌力。但是我就是我之前上次之后第一天滑，我就是蹲着滑，我后来小腿酸到爆，后来发现不对，要站着。对啊，大腿。不是不对啦，就是。没有没有力气，我没力气的话嘛，有力气的话你就可以滑得厉害一点。对对对，捏滑也不能算是算是错了，都是可以的。好看一点就是蹲蹲，稍微蹲一点。蹲。反正今天觉得很累，对不对？很累，这里。所以今天肌肉就觉得，我要提升。对，因为这样是用都是用髋在动嘛，所以累会算是正常。然后明天开始就可以练高了，因为今天肌肉力量拉上去了。最好是有拉上去，在后面一直跟着，然后不是啊，明天就后天就开始变硬了。我现在后天再练习练习。好了，这样还不会起雾。快要起雾又不会起雾的状态，哦，起雾了，你已经起雾了，嗯，刚刚在山上就起雾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以后我雪径不追求视野大，现在就觉得这样刚刚好，啊，太大的话很容易什么头发进去哪里进去，然后又起雾什么的，不好搞。在用，我们也在用。我们这个雪季开始用。我也是。Check out。他那时候有抽，有什么活动抽奖，但是我都没中。他是说你只要有打卡就有。有机会呀，哦。有打有机会，管他的。但是要公开吗？我都没有公开。我不知道，不公开算不算，哦？是啊，我不会，我这么细心。反正他上次说第一回抽选结果就是没中。嗯不过他现在滑不用钱的嘞，好好，哦，多打一点。现在雪超大，你看外面。对啊，而且那个片比较大片，大片。上个礼拜一直在下，嗯，风又大，嗯，咻咻。脚会抖。刚刚明明那些线不会很抖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像平常那种轻松滑，欸，脚那边不是踩着，它直接在那边抖啊抖啊抖。就是人家又滑过来又下雪，直接会变非常乱。一堆又一堆，对，非常不好。就是，好大哦，超大。旧的，嗯，
前一代的我吗？我吗？什么？你的手机？手机？是 Pixel 吗？ Pixel 四 A 五四 A 五 G 就是送免费相簿的最后一代。哇，五 A， 我也是五 A。五 A 是新的了。没有啊，五 A 就是有效免费项目的最后一代。对啊，五 A 还有吗？他就是为了他有免费项目才买的，之后的都没了。就是相簿容量无限这件事情。五 A 还有吗？我有啊。嗯，你是五 A 吗？对啊，五 A 的是。我在五 A 啊。对啊。那你就有啊。应该是只有日本跟美国在卖，五 A。我是不知道。日本买的，对啊，我是去年买的、啊，我原来的手机烂掉了，就。我想这个就是，不对，它有飘飘盒，旁边那个是飘飘盒罩。好，就想说这是什么？结果是设施。对，这是买起来。哈哈哈。钱都在雪里。对，去年也没开。啊？他好像拯救一次，然后客人也少。对，没有。哦。看上都设施就不想。这有点奸诈哎，一样。人家买一样的票哎、欸。对啊。一样的票钱，但是没有票。哎呦。关键吃到饱那October this 那个店客人少的时候也没开。没开那是要哦，就吃别的。就是我在餐厅可能 table bake 就是用点菜的。哦。不是随便用点的，到底多少点？也是吃到饱那种点的，感觉反而比较安全。因为去夹还是很危险的。对啊。抓不住，因为这同时抓杖跟那个有点抓不住，你看抓不住，抓不住。先把它缝成一个用跑。不是，因为我的右手很痛。他手扭到，所以。对，我脚还好，手受伤，因为拿板子拿太重。手扭到。因为他一直推，推太远，太累。啊，算了，又要换回这个姿势，用抬的。啊，好，回去了。好。拜拜。我们要去坐缆车。那我就往下走了。拜拜，明天要去吃了。明天晚上。明天晚上吗？对啊。等你们来。都预约了。有。拜 拜, 拜拜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！废话，爬上来当然累啊，雪超大啊，雪超大。那边其实好多人哦。下午那些人是在干嘛？大排队啊！大排队啊！是啊。然后你看，又有一串要过去啊。又一个教练带了八九个过去啊，那种不滑吗？滑一些线嘛。你想休息了？现在几点钟？我也不知道。今天会休息太早。看看。嗯。我按的。不是。现在是2:36。真的蛮早的。对啊。都是哦，全身都是。粉雪花，然后雪镜上都是粘的，要融化的。我看一下你的篝火，没事，好。我们够高了吗？啊？我们够高吗？我不觉得我们很高哎、欸。但是因为啊，这边再怎么高啊，因为雪太粉，也不好喝。就是
我的手就很痛耶、欸、我怕有天还不退Thank you.